我当时只有一个感受，就是他们在对我好，而我什么都做不了。我就是在，如果我让我一直心安理得去接受他们对我好，而我什么都不做的话，我会觉得很难受。而然后我自己又找到了一个跟我更相处的方式，就是我没有把他们当做观众，全是把他们当做我们跟他们认识了很多年的好朋友，因为他们确实陪伴了，一直陪伴了，所以我们就是朋友家人。惊心动魄，哪里我泰然自若，这一路走来说不上多辛苦，庆幸心里很清楚。我今天聊很久，因为我昨天晚上出了一点感触，今天有点不舒服，不要别那么伤感，就是我们可以活跃一点，让他们开心一点，绝不把梦交出，尽管过程多残酷。心偶尔酸酸的，渗出泪水咸咸的，总有某个时刻碰出爱是暖暖的，心里一直有你，为了你我不放弃，曲折坎坷崎岖，总有一天都抚平。因为夏天没有我就没有你，没有你就没有现在的我。如果是我自己给他来定义的话，我觉得他不应该叫最受欢迎男歌手，应该叫最给力的歌迷团体。我知道有一个歌迷他的身体不是特别好，你这小伙星人，所以我想跟这个小伙星说，我会关注你，我全家人都会关注你，我们都会看着你一天一天的好起来，今年的演唱会我们大家都等你来。其实我感觉应该是说一个有勇气有价值的人，但是我心里一直有一个想法，就是不能说是愿望，应该说是希望会有这样，就是能够在未来，不管是5年、10年、20年、40年或者更长，如果有一天站在舞台上面对你们说一声，有人认识我，选择我，没有选错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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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。满天的尘埃，我心人，你们就是在我心里最美的存在。